谁是谁迟到？哎，那一次跟老板，两个都迟到。啊，那个导给说了一句"好累"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我在想有没有机会，他已经睡着了，我也不确定。然后那是说遇到2分钟，那就等一下看看吧。嗨，哎呀，倒了！还在修补城市，哪主管尼？站。哎，倒给也出现了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睡死了。这么久没玩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变暗了啊？问修补程式，他说我还二亮十度分已经钟。调到最高了呢。什么？等下你再说一次。没有啊，你不知道发那个现在恐鬼它改成更怎么说？更模拟现实嘛，他更说暗了。我修补程式还要10分钟啊，8分钟了，现在。Oh no！这样子我哪敢当完单人呐、啊？这是要逼死谁呀、啊？然后他，你戴那个高级的那个眼镜，更像 Fasmo 了。高级眼镜，你是说夜就视那个镜吗？夜视镜啊，对啊，完全是 Fasmo 的那个画面画质。Outlast 啦，Fasmo 是什么？哎，Outlast Fas 那个，可是你要打开啊，设定要那边要打开。哎呦！禁止要挑战了吗？挑个屁呀、啊！走开！你快点给我上线！老师，安心老师，哇，2个双胞胎，哪有2个双胞胎？而且根本就不一样。哦，你看我在到旁什边么？看你已经到，开始恐鬼症了。我看到双胞胎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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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要躲在门后了？看看这两个双胞胎，更恐怖的是什么那事？啊什么？他说更恐怖的是什么？呵呵呵，不知道。盖了。变什那么是你样？那边还有多久？7分半，他的保守七估分计十有时候三。会越来越。那我们先一场好了，好啊。来一场简单的地图，来简单的地图。捡垃圾喽！纳尼？那一先起捡捡垃垃圾圾。出来。终于，哎，王晶老师，剩你没准备了。给我一个信号。啊哈？什么？完 OK。了，我 get 不到。没有啊。怎么还没人进来？嗯？我在搬设备。哎，你居然是第一个进来的，太不科学了。换设备了，就是不一样了。老 K 居然变成第一个进来了，真的是不科学耶！有啊，换了。为了恐鬼症换电脑。没有啊。嗯，我是不是看到涂烟？没有，我看错是啊，吐烟呐。了。啊，我没看到下雪啊！原来我也看到吐烟呢。
下雪。哦，那个雪变灰了，雪变灰了。哦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看，您修的太好了。他终于明白那个雪有多么混淆了，是不是？我声音太小声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哎、欸，你的声音是真的很小声，然后我又要调小了。哦，我刚刚没有，我刚刚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。是麦。那好，就这样，以后这样讲话好不好？我就这样子讲话了。好大声哦！啊，调回去了。阿桃可以先进来，阿桃可以不动了。哈。走喽。走。哎呦。我觉得比较亮啊，你怎么会说比较暗？哎、欸，拍那个 EMF， 有 EMF 吗？哪里？哪里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在这里听到超级大声。蓝色，他在动这帐篷。什么？我没听到哎、欸。他动帐篷，我听到是木头哎、欸。嗯。所以那个 EMF 是这里吗？对，这里，刚逼了一下二。所以是营地吗？先放一下，我去。有温度？有没有拿温度计吗？有，我丢到里面了。十公分。不去开一下那个电吗？电闸。哦。6.1，小女孩，你不要这样。应该不是赤鬼哦。我们的理智差距10%左右，应该不是赤鬼。哎，骨头在那个白色帐篷那里。白色帐篷，哦。完了，测不到，到处都是6.6。哎、欸，骨头拍了吗？我没有拍。看到了。我刚才收花，拍到一张空的，所以不用关门。哦，没事。傻眼。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是这个方向的。啊？我听到声音是红色跟绿色帐篷的方向那边的。妈咪。嗯，我该我该。我先没测看，红色跟绿色那边，就是这边的方向。哎、欸，是这里，2.8。好。我要眼白傻了。没差啦，又没完美。重新撒盐。老给拿那个声音收感测器啊。哎、欸，有东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厕所那边的声音？我要换鬼房了吧？有诶、欸，在玩水，装水。不、哦，好高哦！好高。那个沙袋，他刚踢那个沙袋，超级高。在这里啊，对啊，只是在里面了。
没彩烟。哎、欸，李智很危险哦，快出来！哎、欸，哦，这么准哦，哦，这是鬼魂射箭还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就好像是猎。那还真够准的哎、欸，代表说他的猎杀值是40到50之间哦。啊！如果我晚一点提醒的话，你们不就全部都被猎了？我有熏香啊。哦，那就嗑药吧，每个人嗑一管。好嘞。嗯。雾影跟暗影可以先闪。嗯，为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完全忘记了。雾影是40%猎杀，暗影35%。哦，找猎鬼感觉也不太像、欸。完全忘啦。怨灵彻夜。完全把全部东西还给游戏了。梦魇应该是雷魂，确定。我基本上都还记得耶，为什么？嗯，你很乖啊，你都在玩游戏呢，像我。没有没有，我最后一次游玩时间明明就比你还。可是你玩时数比我久啊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硬不怕。嗯。好。关头电梯，关头 T S T 长按 T、哦、T、嗯、欸拍木头，拍这边欸，大拍彩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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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紫光灯来了，快，这里 No 没有。好，不是，我很远呢。没有紫，不是紫外线。换鸟先删。写字了，写字了。林秋，写字。OK。我刚刚正想说，我一直看没看到林秋，所以应该不是你。摩洛伊不是。嗯。哦，剩下三，刚好剩下三个，我画掉剩下的三的四个，全部都是50%以下的猎杀值，哎，50%猎杀值啊。那感觉要等猎了呢。魂魄、骚灵、亡魂、鬼音，哇，我都还记得。你还记得、哦？鬼音哦，在哪边？来，手电筒。我要去哪躲？我那边一定不行啊！你那边有小帐篷可以躲啊！我知道啊，先躲小帐篷就好了。哪个叫小帐篷？那个橘色的。啊？哦哦哦！里面可以躲。你叫我躲里面啊？可是啊，鬼音的话，可以听啊，可以听啊。你把那个手电筒丢在地上就好了。又丢。怕、啊、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熏香是右键、左键还是 F 键？右键。好。一
直丢东西耶，少林吗？可是没有，有少林这个选项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哦，波特吉斯啊。我这边是手头上剩下的是魂魄、少林、亡魂、鬼婴，因为我不觉得不像早猎鬼啊，所以早猎鬼都被我删掉了。然后晚猎鬼也删了，然后摩洛伊是固定要通灵盒的，我也删了。一个是脚步声小，一个是脚步声会速度会有变化。啊，梦魇是啥？我忘了，梦魇是干嘛？梦魇是有灯的地方40%猎杀值，没灯的地方60%猎杀值，然后不会开灯，永远都不会主动开灯。不猎人，来了，糖素。不知道在哪里，左边，左边，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哎，在我前面的耶，哎，脚步声很大哎，哎呦，看到，喂，那是骚灵吧？他丢超凶的呢，走，啊，我要烧他吗？嗯，来不及了，完了，不用不用，可以出来了，然后。我觉得很像少林耶，欸，老板你怎么看 ？Nice， 你怎么看？你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少林 Go。我是看到他丢蛮远的。我刚刚看到他几乎是同时丢出两个东西。哦。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每秒180000丢出的感觉。哎，猎杀熏香。我觉得很像少林啊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他这个魂魄又在装少林了。怎么办？好啊，少林直接 go。好了，奶叔也考了，那我们就少林直接 go 吧。够了，花斑。OK。他真的，他那个丢东西的那个频率真的太像少林了。如果是魂魄在装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去测那个烧的时间，还是。耶，奶酥可以进来了。嗯，他跟我切的好像那个繁星躲在里面的时候，他超级爱丢东西的。虽然前面没什么丢。没好厉害，他好厉害啦。很久没玩，都忘记。奈斯进来了吗？特性全部忘光光了。进站。圣诞节没玩，没有那个。哦，对耶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复活节。不知道我看少一个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哦，白痴哦，他们叠在一起啦，靠腰啊！真的双胞胎了。要干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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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新游戏就不会玩了。对啊。
还想长按 F 上坐骑，好，确定一下，开门，然后键是丢 RG 哈，把雷雨，哦，车库可以躲，只看到一个，里面那个看不太到，走了走了，哦，走了吗？好好好，好，就说好了，客厅能躲。地下室店长还是要变人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再放，你可以再测一下看看。有哎、欸，又在租了，又是租门口哎、欸，这个我该相信他吗？在客厅，还是在地下室？骨头在地下室的店长前面，店长开了。你们说什么变真实？什么东西改变了？嗯，说变真实，变真实。会更真实。你设定那边 要打开它，设定游设定游戏，然后往下你看一个头什么头，你中文的话是一个头什么的，如果我是英文的，但是它是 head bob 选项，然后嘞游戏，滑到最下面，实时全局光照，哪里啊？视频，哦，视频应用，哦，视频。全局光照啊、哦，还有那个可高来看看，对吧、啊？还有一个是什么 eyes adaptation 的那个跟影像，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分别，我觉得没什么差哎、欸。那个你哎，游戏另外影像拉到去下面，哎，无烟的走廊，有打开吗？哦好，把那个这个又坏，这个又不准了呢，坏哦。除非又是什么魂呢、欸？要跟你到身边呢、欸？卡了一下，你有事？已经有发生什么事情？卡了一下，我卡了一下。我刚刚关灯呢。不是，你关完灯之后卡了一下，音轨又在。哇！还记得我们卡一下，鬼就在作死。哦，你关门了，好。丢东西，丢东西。后面那个人，哎、欸，哦，没有，哎、欸。好像是这个，唱歌。秋瓜，女妖吗 ？Not sure。小小女孩耶，还在视线哦，没了。为什么你开着灯、啊，开着灯用通灵盒？哈，因为我太久没玩了。关灯啊！啊、哦，不是刺鬼！这是嗯，第五次没反应。我操！哦，动门，动门，关门！照一下，照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紫外线。啊，哪里？没有，没有指纹。车库啦，车库这里。车库吗？啊、哦，换鬼房了吗？没有，有可能消失了。哎、欸，被踩了，踩了，踩了！靠腰，我拿错。没有，没脚印，没脚印。那就确定不是换掉了。边五，客厅，我爸爸，好像是餐厅哎。好，丢东西。好像是餐厅哎。哎呦喂，是有点分别的光照。哎、欸，第二个石子也拿过去了。对对对对，吹吹蜡烛喽！吹蜡烛了。嗯，吹一个。OK， 先不用点回去。嗯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嗯，还不知道什么证据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怎么就过来了？我还要看台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什么东西啊？被救台。哦、我盖的那个屋子板不是那个屋顶板没有到地板、嗯，
因为他的屋顶你也知道，他屋顶就是很长。灵熊哎，他有灵熊吗？灵熊吗？有啊，还是要那个守狼。他的屋顶，那就代表说有机会是离婚哦。很长，然后很烦。哦，看到看到。通灵盒已经用了吗？通灵盒刚我试过没反应，我也试过没反应。哎、欸，女妖还在耶，所以代表说真的有机会是女妖哎。嗨，小明。嗯，灵熊不见了。好，我晚点，晚点跟你说我的设计理念啊。对，哎、欸，辛苦了，恭喜你全体。所以现在有点阵吗？还是没有？好，我进去。怎么可能有点阵、啊？不可能有点阵啊！不可能有点阵啊！现在要找什么？有灵球要找什么？忘记了。紫外线、通灵盒跟……现在没看到啊，有还有寒温在。嗯，我们是几个证据？一个啊。我们是一个证据，但是如果是拟婚的话，还有两个证据。Oh no！ 一个假证据，一个真的证据。然后托尼和刚刚测试没有吗？那就没有啊，韩文 nice 色而已啊。要不要进来玩啊？要不要来玩、啊？蒋欣，你要不要出来吃个药？你低于50%了。不怕，这样子女要是找我啊。不对，你先试试看嘛。你真勇，我勇啊，我真勇牛奶糖。Hello, are you here？ 我晚点可以还原一下我原本盖的那个房子。Are you good？我真的是搬东西搬得很累，你看木头跟石头要各100球，我的身上就爆了，我要慢慢走慢慢走，50/50个拿过去，然后丢地上，哎呦我 boy， 然后再把东西一次拿到身上，哎，攻杀小啊，这男人，我本来想盖温泉、啊，老板头都没关，然后温泉他只能盖在终端机附近，哎，老板那个点阵拔一下。Are you here？ 哦，你喜欢走廊，还在走廊，很心累，难过死。Are you here？ 我还没盖完啦，因为稍早在帮一洛做蛋糕啊。叫什么名字 ？Let me see。看我们照片还没拍。Rose，Are you here？ 哎、哦。没有列。Talk with me, please. 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？什么？那个 fuck， 我叫你跟我讲话，你哈我，我是讲打打架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两个怎么这么快就被吹掉了啊？那个蜡烛，你吹几个了？三个了？四次。哦。我们上台还没拍啊！做防火测试没啊？你真的烧掉那个，我也觉得没差，因为开始不要跟我讲话。我当时在早点的时候，本来那时候想盖、啊，烧了烧了，盖在墙壁旁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哦，是怨灵54%。然后看一下哦，然后那时候女妖还不能删墙壁。我目前觉得怨灵的机会是最高的，因为那个蜡烛被吹掉了很多次。就是山壁边，我想盖山壁边，就是有那种环着山盖房子的那种感觉。可是那个山很尴尬，就是它，你们那时候也是盖嘛，就是有缺一角，缺一角，那就没办法贴着盖啊。我就觉得又少是不是？哦，好辛苦。好，可以，你要不要刻意关掉？我不爱挖回去了吗？感觉你们如果都烧的话，那应该已经不是哎、欸，就算是女妖的话，女生六方。如果是女妖的话，早就裂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的话早就裂了啊。他逃给有低于五，他确实是已经裂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对他刚低于50，他刚低于50，还裂了哦。
好黑，又烧了，我出来了、欸。所以、嗯、女妖的话，如果是女妖，目标会是范式。是我。嗯，应该我们全部都高于五十。那你刚掉到零而已。拍了啊，对啊。你刚掉到零而已，有可能他是比较晚猎杀，也说不定，不能够确定。我不信。哦，我们再进去。我是，其实我觉得不要中啊，我去躲起来，他会抓你。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很像怨灵，因为我刚点完火走出来没有多久，我再进去看，两个火都被吹掉了，太快了。那我要磕到满，不是磕到安全。那就是你要磕完了。嗯，我觉得选项剩下梦魇、怨灵、女妖、岔爷、雷魂，可是我觉得不像岔爷啦，没有到很活跃的感觉。好了，我要出去玩。嗯，走吧，趁现在把那个照片拍一拍，走了，走了，不要再看了，走了，这个谁？有拍吗？是没有拍的。拍了，拍了。你通灵板拍了。哦、然后骨头在电闸前面。哎、欸，他关灯哦。电闸关掉了。嗯。来来。好了，拍完了。还要点？还要点吗？还要星星点灯吗？骨头需要拍吗？满了吗？满了，让我直接去捡。嗯？嗯？你点两个还点一个？我点一个。哦。可是这是大灯。我开，哎、欸，我没开靠腰，我忘了。好，开了。嗯，看那里灯应该炸了吧？我刚刚看到有火星。哎呀，跑到客厅了。没有，灯一打开的时候，客厅才有那个死神。没有，我看到你们吐烟。我看到你们吐烟。哇哭哇跑啊跑啊！我他不给我们，他不给出路哎、欸。我给出路啊！哦，我遥控器丢这么远，你在干嘛？我坐在这边了，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对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对啊，现在干嘛？等猎杀。等猎杀也要看有没有吹那个什么？哎，吹熄了，白痴哦！哎，白痴哦，冰箱弄掉了，吓到了。不是，我一走出去，我在看那个灯啊，啊，蜡烛被吹熄。那能不能捡？他说出去看的时候已经熄了，我本来想说拿去喝。我一分钟，接三十秒，接。那我们就回去里面吧。啊，我点蜡烛。没事，我们可以躲着。我把蜡烛拿走吗？拿走吧。啊，忘了啦，不会玩了啦。呵呵呵。而且很刚好，你一出去，你看蜡烛，它那个火。对啊。他直接用尽了，然后直接关门起来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其实我还蛮希望他出那个哈气事件的。啊，老板，你在车上还是在里面？他在你身上。好吗？哎，这是老板吗？这是我。哦，啊、他还独立。老板在另外一边。车库。对啊。那没有人知道你是。我去。哎、欸，我出来。哦，没事，再见。啊。51/48，自杀。所以代表是可以猎杀的。呵呵呵。我是蛮希望他哈我们子。那个 S， 你头灯关掉了吗？确定一下。嗯。关了吗？关了吧。嘿、okay. 嘿还是巨灵不会关的，还是王？巨灵，你是说关电闸吗？对对对对，巨灵。哦，开电闸是寒魔，不会诶、欸。是不是每个人胯下都有蜡烛？没有，没，我们这里有而已。量超慢。看着灯吧，看着灯就降很慢。哦，对。而且蜡烛要开着啊，开着他跑来哈我们才比较好看。嗯。出来。因为他哈完，如果想要面裂的话，那个蜡烛会熄掉。会比那个十字架早。哎，有喽。哦，他好我。我们这里的被哈掉了。干嘛？哎呦，怎么这么难啊？这个太久没玩，不好意思，念一下。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，我应该会直接拆怨灵然后走人。14 underscore 7。小王 14 不是14吗？你也直接高歌离席。对啊，直接拆怨灵走人。感谢订阅。因为不是那么好拆。走人了吗？哈。哦147哦，我想要147。啊，感谢147的订阅。估计这个主播英文好，英文不好，但是 I love you 还是会的啊。哎、欸，你们瞬间掉了哎、欸。啊！刚刚平均都有40、50，突然变成20、30，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巨灵啊？对啊，是大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会不会是拟魂啊？我们没有测韩文对不对？我有在看啊，可是一直都是四度、三度啊。可以等下测测看，我在那边骗的。
结束了吗？嗯，没声音了。怕烧？没有吧，这是事件而已吧。啊，事件。把那门关起来，直接是卡在门的。我刚刚都门，他刚直接在那个洗衣机旁边呢，那小孩形态耶，很久没看到我了。哭啊！我把门打开了，突然就有人把门关回去了。哦，最近那、啊、你们出去了？最近比较有在开了，有游戏玩可以开台。还剩我们在里面，也不是说没游戏玩啊。最近发现自己一个人玩游戏比较不会带气氛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像你魂呢、欸。再加上，如果你说大调，喜欢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感觉，包括改好多。对，刚刚有讲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刚想说，看他结束后怎么平均里，刚刚不是在抱怨说你们调好慢？嗯，啊对啊，瞬间就是换变成25、26、30。因为你说40多，然后突然变20多，刚好是巨灵的那个扣了你质量。可是我们是没有巨灵可以选的。很喜欢我们合理分析游戏，我就喜欢玩推理游戏啊。但是我希望他恐鬼镇的地图可以跟那个捡垃圾一样，就是。也不是说乱啊，就是有些门可能进不去，有些门打得开啊，那种感觉。对，你可能也需要找钥匙去开那个门，房间的门。还是幽灵？也没有啊，没有听到什么，有听到关门声吗？开裂，开裂，没声音。嗯，等一下，换鬼房吗？哎、欸，他的移动速度变慢了。有吗？我听起来跟刚刚一样呢。我觉得很变慢的。啊，变慢。结束了吗？还没。结束了吗？没有吧。我去看一下。还没。结束了。好刺激！电闸没了，没事，出来吧。我觉得我们踩着就走吧。温暖逆魂、嗯，我觉得是逆魂。就逆魂了吧，不够。好，好，好。对啊，没有。去年我玩恐鬼镇，真的就只是抱着好玩，对不对？就是很不想去知道鬼在干嘛。那为什么会大掉？大爷，哎，那确实是可以变慢，没有错。就是我们单变其实蛮久了，我有变老模式哎。那时候去年。欸、去年玩的时候，那是懵懂无知，就是说，哦，找三个证据，好，鬼，还不敢拿熏香去打，太狠了。啊，就是最近开始才敢拿熏香去扁鬼。然后也敢自己进去鬼房里面找鬼啊，自己单人 solo 啊，这个换作去年初的我，肯定做不到。太狠了。豆腐汤安安。有人在吃东西啊？对啊。那个倒什么给的啊？一定是。哇，我没在吃好吗？看不到。那就是那次。污蔑我。嘿嘿，对，都是我是吗？嘿嘿。我只是在点手游。
镜子老师，其实是我偷吃的啦。靠北，对不起，不要诬赖其他同学，是我。啊，原来刚是找谁偷吃东西吗？对。对啊。我只是刚回来，想要黑一下。嘿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就突然认罪了。对，是我。就直接认罪了，笑死。真的想换耳机耶，那真的听不到鬼在拍东西的声音耶。你每次说拍东西，我就为什么没听到？哇，这状况很多次了、啊。我刚没听到啊。你们要上一前一场？我有动门，黄帐篷。前一场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说有拍啊，又没听到。是关灯吗？有关灯吗？有。看一下，前面。是里面还是外面？量量看，里面八度，外面十五度，有度。放水。又来。你知道。这么喜欢玩，不会是幽灵吧？这关卡的话，幽灵很难搞哎。蛮有。鬼魂事件追在奈斯后面，追他。哎，没追到，太棒了。我刚刚看到的你的画面挺有趣的。拍中心。小朋友哎。你说是小朋友。对，小朋友。小朋友。眼巴塞上哪里？不知道，不是我撒。踩了，照一下。没有。瞬间踩。好。哇！有鬼魂事件吗？嘟嘟嘟嘟嘟。帮你。你有看吗？你理我。里面九度又踩，没十三。视野没好。靠腰，镜子。嗯。你帮我注意我的那个理智，你看，你注意看啊，看你有没有一直掉哦。你要在有灯的地方啊。对啊，我在有灯的地方。有理你哦，这么好。45、42。好好哦。44。没电。42、40。38。不乐意。不乐意吧，这是。好好哦。哦，36哦，摩罗伊，被火光烫一杀，神呐，那个神呐，不用吃吧？那个收音机，收音机回你的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没有收音器，因为我收音器啊，因为刚才在玩呢，我听到他讲话。52嘞，快了。啊！我被哈了。48，被火光了。40、39，还有四张照片。对，你说你们没拍了。我们镜子跟碗拍了吗？没有。进来拍，我熏香，快点。拍到吗？里面一个，外面两个，这是吗？曲线。
视线视线，门没关门没关。被骗了被骗了，被镜子骗了。还有两伤还有两伤。被镜子的尖叫声骗了。快点熏过了熏过了，不用怕不用怕。前二前二。我怎么可能不会吓？你的理智最高啦，进来躲啦！我是本人理智最低啊！走了啦，进来了啦。OK， 满了。我是老板没，老板也还没拍照，就拍了。骨头有找到吗？骨头。哎呀！头，骨头，我在厕所，厕所没逛过。你让骨头。没有，厕所没有。孤独也是厕所。哦，有厕所，手杖走了。走去哪？出去啊，出去啊，出去，出去。不接任务了是不是？还有什么任务？哪一？二十五趴。红利二。请问扫帐篷能拖吗？不行，都满的，都客满。好妙。集装箱。熏了这熏熏了这熏熏，有人拿熏香吗？我在黄帐篷，我在鬼房里面拿熏香。我有熏香。他动了吗？哦，你动了。头灯熄了，关了。关了。是在笑我头灯没关过，不能。我也很伤亡，没事，我常让你们团灭。可能我的系数比较多哎。哦，哎，我躲到帐篷后面呢。我操 ！What the fuck？ 啊？什么帐篷 ？Nice！ 烧了烧了！哇！没有 ，Nice！ 你看，你过来拦帐篷，自己干什么 ？What the？ 哇！哎，25%了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一直可以跑，还是再等一下好了，我觉得。你可以跑了，老板连到无敌位。任务还要逃脸，任务还要逃脸。OK， 好，我躲回来了。老板，你灯开着。哎，好猛哦！哎，关电闸。我开。老板，灯开着啊！老板，你醒鬼。我吓死一下！无意间找到这个地方。哎，不用拿了。有伤，有伤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说再一下吗？这个脸。哎，这个女人。对啊，再一下，等他猎杀我再走啊。等他再组猎一次，我再走啊。好吧，没问题。是你这处戏耶，这人。哎，不是你的十字架给我们啊。过来。喵！对呀，他拿着十字架走了。对啊，他不留给我们，直接带走哎！我忘记丢下来了。哈我！十字架在地上。哪里啊？这里。有！你看到了吗？有。都菩萨宝，哇娃娃被他丢到上面去哎！等一下，我这边。用来。卡了一下，有点吐烟呢、欸。你怎么想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里是他在这附近。哇塞！诅咒娃娃，诅咒娃娃在我前面呢、欸。你怎么想？来了，很快，快的。Hello， 干片。Hello。魔龙医生这么快啊 ？You little girl， 你不用烧了，其实。Hello。怎么会那么快啊？就在你面前了吗？耶、yeah, ！太扯了。对，好摩洛伊哈。Hello, little girl. Hello. 啊，结束。无敌位。太扯了，又被发现了一个无敌点。你怎么进去的、啊？就一样是支撑吗？啊、就这里啊，也是一样，一样那个角度啊。不然你会关了之后，走过去。哦。病子学起来。
什么？小营地突然又安全起来了。对啊，突然很安心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而且那边可以很多人一起躲、欸。小营地让人很安心啊。怎么弄？我没有看到。就一样啊，只是一样的卡，他只是往旁边撑绕过去。你理智太高了啦，老师。你才老师。我想问你才高，那么高。嗯嗯。走了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98等。够，好给。拆鬼之前先拆的。What the fuck？ 嗯。还三个一样是两。我说拆鬼前先拆了。哎、欸，那这是你要这是像什么？那个蜘蛛侠 ？Who are you？ 哦，父子。你是谁？是你老你是谁？好你兄弟。你真的会死？嗯。哎呦！哇！哦！好白呀、啊！我又想回车上充电，手电筒。手游，我的垃圾公司已经洗脑了。对啊，我镜子不想啊，觉得生命公司好玩啊。哦，我说你，我听说是恐怖游戏吗？是恐怖游戏，对啊，它是进。哎、欸，玩那个摇椅，客厅。品尝不下去。客厅，他可以派一个人守在车上，真的会很安全。他可以传送点，直接传送。你就可以在车上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 nice， 那代表说他还是恐怖游戏嘛？”啊，你就在车上就好了、啊，不用你不用下来、啊。如何？那我在车上会不会被吓到？没有啦，我是说玩那个知名公司的话。对啊，是我在说、啊。那我在车上会不会被吓到？不会啊。不是，开个电车。除非有人引那个疯狗进来。哎、欸，除非你在车上讲话太大声。嗯，电闸不下去啊，通灵吧。电闸二楼吧。用个红绿盒。没反应。哎、欸，干！为什么这个都是绿色的？哦，不是，靠药啊，这个是那个 DOT 的是颜色贯穿一个墙面，我看到一个灯是青色。镜、子有测过了吗？红绿盒没有。为什么？好，电闸翻了，然后电闸房柜子可以躲。彩银吧。啊，骨头在这哎。我踩在地毯上啊，好像应该是没紫光。没有紫光是吗？没有，对啊，没有，不了。没有紫光。温度是确定在按钮会吐气，开电风扇。
是排骨汤。嗯，关注还很高。哎、欸，眼症。哦，眼症。肉眼的，肉眼的。玉林先删了，雾影先删了。有女妖。雾影。女妖、幻影、赤鬼、幽灵、妖怪、雷魂差异。我来开个灯。我觉得有机会差异。有人反派了吗？没有。嗯，嗯，好，完了。你后面，你后面。Hello。对，快到。就挂吗？拍他，拍他。拍他，拍他。没有相机。哦。OK， 不是换你。拍一张，拍一张。拍什么？他的鬼，他鬼的，他的鬼的造型好精致啊。有变精致。嗯，拍一张，嗯，没拍眼的可以拍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人在哪里？哦，主力，真用了。我多少？你多少？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通灵粉，怎样？你要问年纪？有问他年纪吗？你要问差异是不是？对啊。你七十。我去踩电了。How old are you？ How old are you? Goodbye. 几岁？没有哎，他没回我哎。给我看看。你十字架放哪？那时候我不能使用。真的吗？不能吗？吓到你了！人家痛，你痛板不行，给我试一下。信息。哎，你一个十字架放桌上，另外一个嘞？给他，你几岁？24岁。反黑镜子，灯来哟，镜子。镜子，哦，看到了。24岁。好，继续卡。灯回来了，镜子。还是这边用个音效版，用那个啊，干哈？十九，你是六。这游戏好愤哦，对不对？致命公司还比这好玩啊，告诉你。嗯，到处乱了、啊，跟。哎、欸，关电闸吗？二楼吗？二楼没错。好。还在二楼？没有啦，电闸。好、哦。教室要逃。所以你有问到那个年纪了吗？24啊。哦，好。灯是哪一个？嗯，哪一个？嗯，我看的。不是，我会在这边吐烟。换过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三度啊，20度啊。
好问，好问，怎么点它？对啊，好像坏掉了耶，不能用哎。蜡烛怎么点？就是，哎、欸，还是24岁。拿出你的，加德，加德。哇，这也能被吓到。哎、欸，对呀，有刺鬼耶，没有看那个理智扣的如何。到底有没有点到啊？有有有，我听到有那个瓦斯声，应该是因为点阵关系吧，是火吗？不太明显。理智平均理智才52哦。哦。那我们要干嘛？对啊，要干嘛？出来好了。捕猎逃猎。对啊。差爷了啦。哈，差爷？不是。我又问了一次啊。然后会在鬼房里面待着、啊，帮你再问问看。唱歌的女生应该会没烧了，好了，高人54/3。Hello。那不是差爷。对啊。然后附近一堆电子设备，我要关了，感觉有点不太像雷魂。秋瓜，我觉得有机会是女妖了，真的。What？ 我怎么关？50%以下的人要不要吃一下药？留一个人。热烧，热烧。我在里面。一个人，一个人慢慢吃吗？我在里面。那是先吃。老板是50%以上的、欸，有碰到50以下49。老板，你要不要先过回来吃，吃个药？可以开始，又开始很远。哦，裂啊，裂了，慢，长速吧。长速，那应该不是雷魂的。对啊，一直都是长速的。好，结束。所以目标是繁星吗？那如果是女妖，我还要继续。进去待着啊？老板，老板，林雪，那怎么不恭维？老哥，我干嘛？你刚刚念烧是你在是在你吃完药之后还是之前？之后，所以目标只能是繁星。那就好像也没有足够的药吃了耶。是啊，有人敢去溜吗？溜我可以溜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不能溜，因为目标是你，你不能溜。哦，对哈、哦，要看看他会不会追人哦。对，吃药再溜，够够。你拿手电筒，冲进去。应该拿二楼电闸房有鬼、啊，有啊，可是这边也可以啊，对，那边对吧？我就躲在楼上的时候，我打我开音，蹲机，我在跟他讲话，看他会不会出怪兽。
那有可能听不到，你要往外面走。对啊，有妖怪。那妖怪是不是会给那个吗？必定给那个通灵。我忘了哎、欸。应该。妖怪不是必定给的。哦，好。它是普通速度是？嗯，常速。嗯，来录音。你赶紧就马上出现。The fuck！ 哎，是你要照镜子。滚！那个鬼问你 ，Do you want to play a song？ 嗯，卖小白。What？ Hello？ 好。哎，烧了。嗯。啊，处理哎、欸，嗯。对。你那边没有十字架哦，送我这里。哎、欸，要这个，嗯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个十字架已经烧光了，烧烂了，对。啊！哇，你好勇敢、哦。客厅的灯，哎、欸，累了。没。哇哦！我最后的防线也没了。老板是我，没事，老板那个理智不是那么重要。现在只是看他闪烁快不快，跟会不会追你。嗯。来了 ，Hello Hello Hello motherfucker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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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有吗？有追你吗？有，有啊、哦，啊，闪烁，然后我看不到。Hello， 他收回去。刺鬼哦，嗯，刺鬼，刺鬼，这个速度是刺鬼，对，刺鬼，我在门外用摄影机偷看，结束了，不能，我还车上看不太出来，结束了 ，OK， 结束了，哇，我又赶六鬼了，好猛哦，没有六啦，注意看他而已，你可以听我在，听他脚步，我完了，他上来了。可是，哎、欸，真的变得很黑、欸，那个鬼的肉变好，特别暗吧？那个肉，你看我背了，都被闪光了，我才注意到。我，你说找鬼先找人了，刚刚不是讲很多次了？哦，我不是，我没有仔细看呢、啊。你该没有，因为本来就有两个，说我没有注意看，我想说，来，你猜我是谁？你一开始你没有听到我说吗？我跟樊静讲。那些像这个是老板，哎、欸，蜘蛛人一样啊。这个是老板，哦哟，这个是 nice。没有，我们在一起。没有，那壁上很明显。我要靠近这边、oh, ，我要贴这边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贴墙，贴墙，贴墙。好肥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哎呀，小静，踏路结束啦！感谢小静揪团。
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All you eat. Oh boy. 跑去玩物所了。又来到开心的地球。也好啦，因为帕鲁其实就那样，后面换换。什么开心的地图？可以卡进去无敌展的地图。好，那时候看到你，没事。那时候看到你准备去吃东西吧，然后挂着帕鲁去忙，就开台了。玩心大大。蛋你啦，蛋你啦。好了。那德恩安，Alright, we're here. Take a look at the equipment and prepare accordingly before 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. There have been new reports of a cursed object nearby. This must be. 好，恶魔，够了。啊，没有了。但我今天带我真的是恶魔，就笑死。999我是通灵版，开了电闸，我是召唤阵，哦，又可以卡了，那个你又可以卡了，怎么卡？他就是拉，然后向右边走，把自己顶过去，顶上去。哦，这样子哦。你会了吗？我到后面去了。哦，这样子吗？那就是到后面去啊。可是我是在下面呢。你只要到后面你就物件。对啊，有物件啊，然后过不去啊。对。好爽。红帐篷，不，红色小帐篷。它橘色的。我是橘色哦。你是在笑我颜色不会分吗？对，我是。那是你的颜色哎。我的颜色。橘色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橘色？搞不好是黄色。你的整个都这么橘。那是头发、啊。不对，我衣服也是黄的吧？有避一下啊。避什么？EMF， 我懂帐篷。对啊，是他说的橘色那个位置啊。十二，那我先不杀影八喽。十一，11，它确实是偏低一点点，11度、10度，9，有到9度，应该是不错。好，我看，好嘞，关起来就好了。哎，哇，轻松哎。开台不能玩这个，我得等。欸、奇怪，这个雾天让我有点想吐了、欸，好晕，我现在有点微醺。那你不是有那个猴爪吗？把他那个雾弄掉啊。对啊，这里炸岩吧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忘记改变天气会有什么效果了耶。那你先让我看一下。我踩了，过了。我改一下天气哦。没有，不用，不要为了我，不值得。傻小，傻小对不对？你觉得傻小？没有吧？得开灯。这是哪说？8度，7度，阿零，这么倒给的理智这么高？他比我还高哎、欸，不科学、啊。他几乎都没进去啊。
我给你的理智怎么比我还高？我丢东西，你这样不对耶。那刚才我们全部都零，你剩四十，也特别高。对啊，是我在说啊，你的理智怎么可以比我还高？气氛对了。还有一个没死，有骨头有找到吗？嗯，我收到声音，靠腰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那边也是听到，对不对啊？干嘛？对。那你们两个要同时中诅咒了吗？有，我再来两组。好。等我在哪里？在桑拿。这个颜色，what the？ 像哎、欸，还是像摩洛伊？老板突然从71变66趴，好，好不是反正变39趴了，太扣太多了吧？摩洛伊吧，好，so fast， 要吃药吗？看一下，好吃。我还有鬼照，骨头还没找，上次还没拍。相片我拍过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有拍吗？我没拍。那两张我拍，哦，骨头也要找一找。没吃药是不是会继续扣啊？啊是，对。嗯，啊，我要吃吗？要第三？哦，这么低了，吃一下。好危险呢！刚刚会被第三呢，这样子。我不踏出这个车厢，我就不会扣。傻笑。我要看一下五十，看一下好了。平均多少？刚刚五十。平均。我看了人。59。有照片的，那没拍的。导给没拍吧，导给我已经拍了。你进去出来折返跑，先生，不要再滑手游了。没找到骨头，我也在找，找不到，看不到。这个吗？哎，对，是这个，又在草丛里面。What the fuck？ 照片拍满了吗？没，相机给我一下。哎，还差几个？两张啊！哎，没有，没关嘞，没关。没有拿秋瓜而已，拿秋瓜。拍一张。相机，给我。对。拍个骨头。石田安安，记起来。有拍了。好满了。啊，卡位置啊，银鬼拍照片完美啊。39、36。还要烧他香。练了。出来 ，Hello。帮我看有没有拍到哦。哎、欸，屁啦，无敌点呢、哦。温馨，无敌点呢。
你躲哪里了？帐篷后面啊。我没事，为什么你会有事？我是帐篷侧面啊，不是到后面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是推到最后最底吗？没有到最底啦。你要到最底。好啦，没事，有尝试好不好？啊，有测试，知道那边不是无敌点了。好，我们要拍过一次。我连拍都没拍到，我刚连按呢、欸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人命了！出人命了！走，那我吃一个药，我先结束我的那个。小心，小心！而且是要冲进去。没事，没事。那个帐篷那边有相机，找得到的话。那时刻一下药呗。刻了、啊。没药了。有啊有啊，这关啊！哎、欸，关了，这关。没有唱歌，唱歌而已。哦。嗡嗡嗯。好酷、哦。像心有跟没有一样。嗯。对对对。要掉底啊！这里、啊。来了，我看哦，假的。假的地，整地图里面那个颜色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你脚下还有熏香，不用怕，你的脚下还有一颗熏香，我看得到，你应该也看得到，对吧？有，拿到。哇，你要等多少？一分钟？一分半？有可能，有，对。应该是在我前面这里是跟别字。地图上面两个小帐篷一样颜色。下次就知道要推到底，我想说要给他一个好的角度。还没大拉拉，哎、欸，拍到提醒我，啊、我死了。有点好笑，感觉就是一个菜皮巴那边挑衅，然后哎、欸，怎么不死？对啊。菜鱼吧，有机会玩游戏的。哎、欸，我来。八加九，你还是有点怕。不用怕啦，我现在死掉了，所以死掉是最不怕鬼的，好吗？没事，更没你的事情了。我也很怕，已经没你的事情了，不用怕。我懂。你在车上，你不用怕。I know， 比你可怕。就是，你过来呀，有无敌点。滚！刚不就有人死吗？无地点个鬼啊！嗯，干嘛？吓我一跳！我想说，为什么有东西从在我们面前白白的突然掉下来？叫白白的，好色哦！是不是叫白白的没？它就是黑黑的，而且很大。黑黑的很大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求可以可以求求求求了解。什么东西？白白的东西掉下来，黑黑的很大，黑的很大，嗯。我在干啥？是什么呢？欸，有点太久了吧？大家自己嗯想象一下呗。都已经掉到32%了，老板都0%了。要玩球啊！好、哦，裂了。哎、欸，我在这里啊！我靠，他在帐篷后面哎！他走出来！拍他！先烧再拍。没有，好，连拍，连拍，没拍到，没有，啊，有拍到了，有啊，好的，没利用价值，封三米，啊，结束，好了，他刚刚想从隔壁帐篷的洞找你，摩洛伊，没事啊，如果他从帐，他走去左边的帐篷，我就往右边走一点，他就走出来了。
就死掉而已啊。慢了一，哇，九十九转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死掉钱还给这么多？250哎、欸，很少啊。不是之前都不到100块、欸？是哦。对啊。忘记了。忘了。好强哦，99等了哎、欸。了耶。乃斯这个等级好适合你耶，乃斯。我都没讲了，你还提？哎，我说，其实你这是要人陷害你的意思。对啊。干嘛？你布娃娃、塔罗牌，嗯。不要啊！哇，来继续，再撒娇一点。那不是撒娇啊！你有没有陷害？灵力圣剑。没有，你对恐怖游戏没有抵抗力，哇，那很，你很适合玩恐怖游戏，很适合，很适合开台玩恐怖游戏。不要，不要，那就是恐怖游戏最多人看的就是那种。我对可爱的女生也没抵抗力啊，这个感觉嘛，那是不是要找可爱的女生，对吧？最可爱的狗狗，可爱的女生啊，又哎又在滑手游了，好惨！不要再滑手游了。嗯，那个，你在干嘛？来360。好了，他到了。冲冲冲冲冲！我是这些人啊。对啊。哦，头骨客厅。哦。电脑房可以躲。我想说找电脑。警察在地下室，车库不能躲。内走廊可以躲。外走廊也可以躲。警察开了。记得喝水哦。哦，我有喝啊，我刚其实在喝水，我刚死掉就在喝水了。嗯，我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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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水。在鬼房喝水哦。嗯，你看你不会，不会啊。跳箱有丢东西，我就而已啊。能丢的东西，骨头这里。对啊，我们刚刚有说这里。我不知道丢什么东西耶，感觉好像是小样的东西。那你心不在焉的呢？嗨，电脑房。按错啊！电脑房，是电脑房吗？嗯，电脑房刚红灯啊，是这边温度还有点高。14，它外面走廊10度，应该是外面走。好，9度。我们差什么？95。我关了，不好意思。不要那么刺激啦，是不是？哦，人都走了，好。你走去拿东西而已，不用害怕。那我点个通灵盒，没反应。我去拍骨头。哎，这下是哪？哦，又是红爪。关电闸吗？电闸没有关掉了。关电闸哦，巨灵先生。哎、欸，真的会丢，真的会动那个哦，书哦。啊？鬼啊！他丢书了吗？丢我们的那个笔记啊，笔记本。那有内容吗？没有，他在移动，没内容。哎、欸，啊水。你可以说我要洗澡啊。哇，好多好多 EMF 哦！没有，我渴望知识。哎、欸，没事。
我吹蜡烛了。拜拜。任务都那个了，任务都写完了。好像他都跑到那个厕所了耶。真的吗？看一下温度。看。七度。哦。哎、欸，你们设定那个眼睛那个有没有就打开吗？我眼睛。眼睛是什么？就选项，然后视频，那个视觉适应。视觉适应要开哦。开了，然后是我靠。怎样？更白了。哇靠！哇，好亮哦。要嘛亮，要嘛暗哎。哇、哦，好棒哦！没有，发现你来这里，你来这里，你动门，他动门了，哪里？你那边吗？你来客厅，然后，哎、欸，你看着这个灯上往上看，往上看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你往下，好暗了。关电闸吗？哦，啊，关电闸。哎、欸，关门，用完了。没有，不采盐呢。等一下，不采盐呢？没影吗？是没影吗？被采了，采了，对不起，道歉哦。影片威，哦，没影，道歉。影片威力，有那个脚印吗？没有。OK， 那确定没有？没有。有采。锤。动门就不拍了，拍歪了。啊靠！妖岩拍二。Oh no！ 不是怨灵哦，射完了。嗯。哦，岩刚好被门框跟门挡到。懂。两个二星，没了。没了。差点说成头上亮亮的，绿绿的吧？对啊，绿绿的。嗯。哎，灵球。哪里？这里。所以，这个灵球也太不明显了吧？这个比较不明显，还是因为我们打开了那东西，我们关掉看看。那、我现在没开哦，现在没开。哦，那一样比较透明。哎，没有，我在玩。嗯。那还得测是不是离婚呢、欸？我通灵盒平均理智才54%哦。哎、欸，我试过三次了，进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，老板？看手机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我在看 Discord 的对话。人时回答他。靠呀！又那边偷偷私讯。是的，我高了多少？哎、欸，早烈，57%。57%早烈。有女妖，所以是我进来了。如果是。没有，如果是女妖的话，目标是我跟奈斯。我先刻一关，然后早裂的话，先把晚裂的删掉。我是女妖，梦魇雷魂差爷。那是你先刻一罐药吧。然后你们，刻。然后你们进去的时候，看他还会不会在裂杀。哎、欸，我不用进去，对不对？你只剩你跟老板可以进去，目前。
那我就去办了。我跟内斯目前不能进。如果他还会猎杀女妖，就剔除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是清晨地图吗？我觉得变亮哎、欸，我不用开灯也看得见哎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人家月亮还在蛮高的位置。这个是晴天呢、啊。来、欸，老板你要吗？可是你们没有进来的话，女妖都是正常猎啊。正确来说就是你们如果一直在里面，你们的到到零趴的，他都不猎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女妖没错了。就是我跟奈斯不能够进去。你们没有进来，你们没有在里面，因为我们五十八千以上，我们现在已经吃掉到五十八千以上了。只要我们维持在五十八千以上，然后这个鬼是女妖的话，他就不会猎杀。我不是记得女妖如果。目标在那个人身上，没有在在里面的话，对啊，在车上的话是正常猎，不是这样。对，他是正常猎杀、啊，但是他的猎杀阀值还是以那个目标的猎那个理智为准，所以我们的理智，比如说我是目标，我的理智在五十八千以下的话，他就会开始猎杀。然后如果我在车上有人在这房子里面的话，他是正常猎杀。那如果我在房子里面，然后有其他人在。也在房子里面的话，我躲起来，你们都不会有事。啊，如果我的理智是五十八线以上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我是六十八线理智，然后你们三个全部都零趴的，都不会猎杀。这个女妖的机制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目前平均来到55了，所以如果不是女妖的话，应该有机会开始猎杀的。你们是在乱逛还是躲起来？躲起来啊！躲起来，看这地图啊！难怪，看这地图。哦，我刚刚看没有看到繁星。哎、欸，看猎。OK， 不是女妖。好慢，好慢，欸、很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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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又突然变快了。鬼房寒魔吗？不可能寒魔啊！那谁？那谁是加速鬼？女魂吗？哦，不是，他才演啊，我猜应该是。哦哦哦，会耶！长速鬼差点升三了，结束，雷魂也三了，那就剩梦魇了。结束了，嗯，剩梦魇了。我让他开门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我在干嘛？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快点分析给我听。啊？首先，他的移动速度是常速嘛？对。因为是常速，所以不会是雷魂。对，我知道。因为旁边有一杯电子设备嘛。欸、那他也不会是差爷，因为差爷的移动速度就是。欸嘿我知道加速鬼的啊，然后呢？那妖怪、幽灵、亡魂跟幻妖，刚刚第一次猎杀的时候是五十多八仙，所有人都是，我跟奈斯是五十八仙左右，嗯，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很高的那种理智，所以猎杀只是在五十八仙以上，所以不是妖怪，不是亡魂，不是幽灵。哦，然后幽灵的话，怨灵的话，我已经测试过了，不是怨灵。嗯嗯嗯。然后没有紫外线，所以不是幻妖。嗯、没有寒温，所以不是寒魔。然后刚刚猎杀我跟奈斯的理智五十八千以上，还是猎杀，所以不是女妖，是梦魇了。幽灵呢？幽灵是五十八千猎杀、哦，对，好好好。但是确定吗？确定雷魂不是雷魂哦，女魂对不对？啊？没事。其实我也是有点怕是女魂。没事啊，走了啦。走了是不是？那走吧。未秒关灯是梦魇。是是是是，玩关灯哦，那走啊！对啊，我们相信老师。
刚才在玩那个秒关灯，有时候会搞人啊。我知道啊，我们也常遇到在装的。嗯，好吧。只要没有任何意外的话，那就是梦魇。所谓的意外就是雷魂刚好走在没有吃不到电波的地方。再来第二个意外就是他是灵魂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好，最后一场要玩哪个地图？精神病院以外。我跟你讲哦，玩学校跟监狱，我就换我在车上了哦。不是，不是我怕，我就爽了，我会吐。哎，现在搞不好可以试试看。没有。我们玩小的就好了，可以不用这么 hardcore。有这么亮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可以不用这么 hardcore， 所以我才说啊，地图给你们选啊，你们玩哪个？精神病院我就待在车上了。怎么可以学我？学校。学校的话，反正不是说他不行吗？而且我觉得不用玩那么 hardcore 了，都已经这个时间了。走啊，有人不要滑手机就可以啊，走啊。对啊，你就不要滑手机啊，你就不要去滑 Discord 啊，你一直在车上，我觉得你这几场都比我还高。要不是因为刚刚那一场二侧女妖，你理智才不会比我低耶。好，那去哦，走。看。跟 Discord 跟着变成变好暗哦，我的妈！好逼真哦！哎，对呀，你的视频有开，我的眼睛戳下去了。影片微粒也有开，是不是？影片微粒有开，字差有开。哦、啊，因为那个微粒是之前要看那个谁，那个小露营地用的。破冰可以躲，但是应该不太敢躲了。之前我跟高高躲在那边，就是出事了哈，出事了哈。对啊，就是是不是那边就是我死掉的地方？是不是？那边我不知道那个 bug 修了没。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鬼刚好逛到那边，我们才死的，所以真的不是鬼看到我。哪一边？哪一边？就那个、啊、客厅不是有个那个吗？有个集装箱。你说这里吗？对啊，那边啊。然后那时候是跟镜子在玩的时候，我想说他去追镜子了，然后就带我的那个啊，我就好像没有我的事情了哦，感谢谁谁谁什么之类的，就我死掉了，然后你就死了。然后镜子那时候说谁鬼看到我之后，因为他开熏香之后跑来找我，我说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对，想起来了啦，祝你生日快乐了。我在帮人家庆生的时候我就死了。听到你唱生日歌，不可能。一段时间为忙，看来大概找时间玩的可以的，还要复习一下鬼的资讯。对啊，太久没玩。复习啊！我还记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开店了。基本上每一个鬼的那个我都还记得。我就前面可以躲。哪里？我刚刚听到有丢东西的声音啊。是客厅吗？也卡了一下，鬼有做事哦。鬼子鬼子有做事哦。车库前面两个柜子可以躲。钢琴房五九五，钢琴房土烟。我跟你讲，我在这里，哎，绝对音感的，刚刚是按键多少？什么是音感？错、嗯，是啊，刚第一个不是吗？没有啦，我乱按的、欸。刚是噔啊，噔啊，噔。哎、欸，应该电闸有没有开吧？开了啊！开了、欸。真的是太久没玩了哎、欸，我有点不舒服哎、欸，是怕啦，是有点。笔记。笔记哦。多厉害哦 ！So fast。哎、欸，看一下我的有没有在掉？你都收到了。没有摩洛伊。笔记哎、欸，有笔记哎、欸。没有摩洛伊。
你有没有在钓鱼？没有摩洛伊。摩洛伊是摩洛伊是会给那个啊风铃盒啊。你们忘记只有一个证据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摩洛伊固定给铜铃盒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还记得啊。对啊。我漏，证据漏。少人异世界。放弃。嗯，没事，我再继续躲在那个客厅看看。这么多？没事啊，三个采光。嗨，嗨，还有谁？嗨，雨季还没拍啊，可以拍一下。要。好呀。怎么又是这些？来，给你。我就讨厌只有笔记证据的啊，最讨厌了。台上满了，结束了。我拍了某个人的手，应该是我拍了那个手，然后表示这个是被这是踩过的眼。没电，智能拔掉，吵死了。没事，都蛮正常的。哎。开电脑哎、欸！开电脑，又写 了。哎、欸，没收。这样子没收吗？关电脑了，哎、欸，挺活跃的呢。插页吗？哇靠！这个光影，我的妈、啊！该买 VR 来玩啦、啊。我决定。又开电脑。诅咒我还没找。是不是差爷啊？感觉很活跃耶。诅咒之物是不是聪明？好吧。暗影可以先删了，太活跃了。这如果是暗影，我一定要去上报，我一定要去，我一定要去投诉错误。是不是变了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变了、啊？我也觉得变了、欸，哎。然后它线好像变得更变亮了，扎实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不要去看召唤阵？变超多哎、欸。召唤阵。我一看到想说，啊。是不是有变啊？你看，哎、欸，姐，这个有变的，一定有变。对啊，变超好看哎、欸，而且超清晰。欸、对，血变很好看，还没干 ，O 型的。真的，感觉有种血没干的样子。那现在要血迹未干。不知道要干嘛。哎，很屌。哎，鬼音鬼音。目前理智在72%，只能等裂了啊！现在对啊，等等看看他是多少趴裂杀？拍照，拍照，又有拍照，拍照，而且还要见证灵异事件啊！咚，蹲猪夹猪。哎呀，我的打火机怎么变成理智药？干嘛还我？干嘛？你需要理智是不是？不需要，我要打火机，我要温暖。玩电脑，好好。你不是烧灵，感觉不是烧灵耶。我觉得有一点像差耶，活跃度很高。然后我们待在那边蛮久的，至少老化两三次了吧？如果是差耶的话。玩心被哈了，嗯，还有鬼音，又关灯，
现在真的只能看他的猎杀值了，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删除。还要拍。好，稳步，然后我要顺便烧他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我把餐具都丢在那边、嗯、啊，我要先烧你。我现在窗户下有没有？该点召唤阵了吧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之前点召唤阵直接被裂、欸，他还在被捆绑的时间我就死，到底为什么？呵呵呵，应该是刚好碰到。我觉得应该是刚好他在猎杀的关的时候你点召唤阵。哦，不是啊，因为如果他在猎杀期间你点召唤阵的话，他会从召唤阵直接出现猎杀。哦，不然的话呢，召唤阵是可一定可以困住的。哦，那我要去点了。嗯，可是你点了的话就不知道他是多少发现猎杀了，也可以先听他的脚步声啊。好吧。欸，脚步声也是可以测一下，测几只。哇、哦，他刚好裂了，真的有这件事情。真的有。之前那个好像是老板吧。又是你。在学校那边的时候。又是你老板。他就是点那个召唤阵，点到一半，然后就有人说：“欸，猎杀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哈，我再点到一半，他点下去，他直接从召唤阵出现，然后猎杀。”老板就刚刚转头就跑。你是多少啊？还、欸、记得吗，老板？那个事情，别说了。猎杀，我点了一下，你在我面前，嗯，好，再见。你是71。65。可惜没有通灵板。嘟嘟了两次。想一下，差爷每次老化降6%的狩猎猎杀值，不是只有我在扣吗？嗯，是。好意思吗？好意思。我去尿尿了。欸、啊！哈、啊！57%，嗯，开门。
我零了没啊？零了。啊，嗯，就降不下来啊，再进来一个吧。59，合理吧？应该没有事。嗯，我的相机嘞？想说我在里面待了三四分钟了，怎么还是不立？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在盯着看，盯着你李子看。着着了，着裂，55%，顽劣的前三，没有碰到49啊。没有没有，它是50到55，57都出来，所以代表说它一定是50以上的。有谁啊？谁找猎？对啊。梦魇、恶魔、差爷，但是不像恶魔了啦，恶魔先删，所以代表差爷还在耶。好，我觉得真的有几率是差爷，那个太活跃了，真的。这活跃度我一开始我就有说感觉很像差爷了，啊，结果不是差爷就好笑了，是梦魇。嗯。我很怕他侦测到那个手持的灯呢。手持的灯，有个在外面拿着手电筒呢。哦。然后我看到他手电筒是穿进来。你只要不是手上拿着，就不会被侦测到了。没有，那怕外面的，他会侦测到外面那个手持电筒。碰了一下灯，帮他关灯。差爷，差爷，不用怀疑的，你帮我烧，帮我烧。那个怪直接怪到你，啊！我烧了，靠！你们怎么躲在那边？怎么两个都躲在那里啊？不是，你可以不要我们死了之后才说怎么躲这边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以为那是躲在车库里面。那鬼房就那边，我为什么要过去呢？没有，你躲在那柜子里面是不会有事的啊。哎，我走过去的时候开裂怎么办呢？对啊，你以后进来好不好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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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了才在那边，我们怎么躲那边？啊，没办法。而且第二次没烧欸，哦，没烧到，第二次没有那个啊，支架没挡到啊。嗯，好吧，结束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我知道不露头去拍照片，所以你刚刚是头露出去才被拍到的。不知道怎么拍，不知道怎么拍，拍完之后马上有烧啊，没有用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好了，走吗？不然嘞，要再进去吗？好啊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走了。你值得进去吗？不了不了。
好啦，啦，嘟嘟嘟，我们跳成就175成就的声音，对啊，谁的成就？我的，什么成就啊？初次探明差爷啊？他成就刷新了之前，我知道啊，啊所以。好、yeah, 就成就出了之后就很少再玩了。我, 啊、我今天都没差业哦。没有。我还有很多没有接呢。巨灵还没有。魂魄、女妖、妖怪、怨灵都还没接。让我想起上一次玩的时候连续恶魔。就是。那个真的是谢。连续三场恶魔，那个真的是傻眼，真的是恶魔找我们玩嘞、欸，真的，好吧，感谢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拍照片不急吧？不是，已经12:10了，我想说赶快速速的，对吧？想说赶快走一走，离开离开。啊，谁知道？啊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皮了。而且那个位置其实怎么说？我曾经有一个版本吧，前几个版本吧，我在那边就有死掉过一次，就很是奇怪。哎，感谢感谢。没有，而且太久没玩了啦。真的太久没玩，我想说上线看到我家烧掉，其实也不会怎样。哎，安妮还在吗？安妮，哦，那棵树嘞，哦，在。就其实，哦，其实那时候我家是没有这个啦。会盖这个是因为想说，哎，好像没有盖过这种编织，盖盖看。盖完又被嫌说像帐篷，可是你看哦，不这样弄的话，这样有比较好看吗？我是觉得没有了。看，它凸这个凸超长的哎、欸，然后左右这边原本也有凸出来啊，我在你来之前拆掉了。我还想这样看很难看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加强。后来想想，哎，这样其实也不错啊。你看，这样子走出门，哎，不会挡到，哎，不会淋到雨。哪里啊？哦，哎，这里。看一下哦，那边本来就不是无敌点，因为之前躲在那边都没有死掉过啊。真的是从来没有死掉过。其实我恐鬼本来就没有玩得很强，没玩得很，真的没有玩得很强啦。之前本来就是当兴趣在玩。然后是去年底吧，才开始有去祭鬼的证据啊，巴拉巴拉的，鬼都没看到的吧？对啊，那时候是鬼都没有看到啊。石头不够了，一头。盖完几样东西就下线了。哎，烦欸，每次到了大概12左右，心情就有点糟，还要重练。重练什么？哦，你说练等级吗？
反正当时我是想说，我就是就一等，然后等级一直往上升。可是碍于就是有点被比较的感觉，有一次被比较之后，想说好啊，那我也去把等级升上去。就是设备都要从头开始，就觉得那个什么烂东西，就觉得很烦。所以就后面开始越来越佛系的玩，越来越佛系了。好诶，来，嗯，在这里。对耶，嗯，这样。这里。发电器官金属，嗯，还是继续火把好了。这边要干嘛呢？啊，这边想盖。这是啥？金属锭两个，三个，还有浴缸，四个金属锭，走去偷。因为开台前还在盖这个房子。就来不及盖完，就先搁着了啊。我是真的东西一个一个搬上去盖，有够累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奇怪，这个盖这么丑的望月就允许哦？奇妙欸，他会允许这种设施吗？我是不相信欸。是谁盖的啊？木材不足，拿去拿。啊，就只是这个房子很麻烦啦、啊，要去二楼，要出去，要去厕所，要出去。呵呵呵，动线设计不良。想说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在这边开个？哎，这边直接开个门，哎，好像可以。一，开掉。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我不知道欸。
应该姐姐去忙了吧？刚刚叫了几下没有理，可能是叫的不够好之类的。哦，哎，马桶要木头，偷偷偷，怎么了，小薇？怎么了？还要关台了。好奇问问，你才，我靠，你，我开了两小时，嗯，我没有补啊，上面难怪想说怎么木头变多了。马桶，好了，有卫浴，但怪怪的啊，应该放这边的。哦，拿掉。可惜怕卤家具都不能互通，对啊，真的很可惜，不然一盖东西应该可以很，可惜了。现在没有垃圾桶，没事啊，现在都是直接冲马桶走。好了，完美完美，哇，进来直接还没有洗手。好啦，应该就好了。好，关起来，有厕所了，有厕所卫浴啊。原本厕所是想要盖在远方啦，然后这边是放温泉，这边往放温泉。但是温泉它只能盖在设施里面，所以没办法了，哎，难过。哎，好看吧，好看吧，好看吧。呼呼，赞赞赞。对啦，然后它也没有像那种堆木头的感觉。如果有那种堆木头，就是砍柴劈柴堆木头的那个，哎，好像有哎，就这个科技点，这个砍木头的。如果盖出来，他说只能放在设施里面，我会生气哦，我会崩溃哦。嗯，啊，这个。如果配置在据点内，据点的帕鲁就会提升砍。算了。啊，这个做青蛙椅子不能做。对啊，欸，青蛙椅子超可爱。欸，这个我其实蛮满意这边的。欸，我超喜欢我这一区的绿子啊，这边真的要带建材，这边一个一个盖，真的还蛮重的啊。好啦，啊，对，姐姐今天有躺过，躺，哎，开心，爸爸有没有给我偷躺，盖掉姐姐的味道。好啦。
那就关台啦，感谢大家啦，大家拜拜，拜啦拜啦，关门关门。你才赤小金晚安，你沙卡晚安，小猫晚安，晚安，这次晚安，小薇晚安，安妮晚安，露诺晚安，红米晚安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就刚看到。他们在玩抓骨，不爸爸在玩捡垃圾，好想去玩咯，是没有腰，想要算我们就过去玩吧，爸爸就过去吧，哎，就过去，我要去小忙一下，感谢朱快，怎么念啊？请问你的名字怎么念？不会念，不会念 ，Gakchinzi。Gachindi 啊，感谢追随，大家晚安。哎，打错了，白痴哦 ，RAID。好啦，就过去啦，其实是拼音。怎么拼？来，请你自我介绍。怎么拼？怎么拼？嗨，你只要十秒钟的时间说，我想尿尿，我想去尿尿。顾前子。哦哦哦，好啦，晚安晚安。哎，等一下，原来这个小鬼有开台啊！我们改救他那边好了。好啦，就过去，我要去尿尿了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！会跳的是哪一个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！感谢佛系的纠团，感谢。会跳的是不是这个啊？好像不是。S P R 那个观念。S P R。S P R I G Y 是个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，好像不是。好像不是。这样子是拿到我个人的吗？邪教驱魔一次没有驱魔成功。那个驱魔，哦，就是任务的一个对吧？嗯。快快的输。啊，那输是几百块？靠腰。那输是几百块吗？这个动作好奇怪。继续找跳。你看这什么动作？
水哦，对吧？嗯，我要吹打吧。那是萨克斯，萨克斯风。也不像这个，有点难找。走了。这个吗？没有喘息的空间。嗯，走。那就。Goodbye。究竟我能不能活呢？嗯，对吧？穿。哥哥是这个吗？哥，不是这个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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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有一个。哎，不是那种。他有一个会向内向内锁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走走，我在走。米粒出现，姐妹发克，出没见露豆，可以叫露豆或者露露。OK， 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找个套子，等一下再来找好了。八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谢谢你的帮我们出去。谁？谁录了？同一下吧。嗨。嗯。好巧，好巧。没录了，没录。我会。哎、欸，书柜上有他。哈哈哈哈哈。有人被炸熟了。靠背。你没录哎、欸，感觉走了不少。啊，没有是你啊，我走。嗯，快点，不要走。我先回去好了。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哦。好，开雷哦。好，开雷哦。好，请。这个钥匙有没有一个位置？荒谬。上面好像没录。上有钥匙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对，上面没录。这边还有一个雷。开雷了。我是有看到一个防火门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有枪，有枪。好，试试看哦。你先过。你妈先，我先过吧。等一下，有枪塔，过不去。哇！死定了！哈哈哈！哈成功了！排雷成功，太酷了吧！哇！等等。别我啊！你别我啊！出口，出口这边。啊、哦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转头了。随便尝试试看哦。我能转头吗？我能转头。报告，这里被防火门吃掉。啊！真怕真怕！你要过来吗？啊、我。先走，先走后面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路，看一下路。后面来防。先出吧。我先吗？好、哦。不要咬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准备咬一下的、哦。
不是被他打就直接。太神奇了。哈哈，咬到不会吗？啊。最帅了吧 ，Breaking！ 最帅了吧 ，Breaking！ 不是有加血量吗？我没有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同步就没血量。我现在想找那个刚刚有个跳的厉害的舞蹈。是这个吗？好像是。有人忘记按关台吗？